魔力卡通魅力童真萌萌哒，厦门白鹭洲公园是一个美丽的地方，这里有着广阔的桥坪、清澈的湖泊和茂密的树林。每当我走进公园，都能感受到大自然的气息和宁静的氛围。湖边，我常常能看到一群群白鹭在翩翩起舞，它们优雅的姿态和洁白的羽毛，让我仿佛置身于一幅美丽的画卷中。公园内还有许多有趣的景点，比如白鹭女神雕塑、音乐喷泉等，都让人流连忘返。我喜欢在公园的草坪上野餐、放风筝，也喜欢在湖边静静地坐着，享受大自然的恩赐。厦门白鹭洲公园真是一个让人心旷神怡的好去处。下次见，再见。